是辅音中东肚皮舞社，然后我们会就是有活动的话，都会就是到处表演，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支持我们。对。我是那个社长，然后我学了一年了。对对，然后旁边穿蓝色都是社员们，对啊，他们已经学了也快要一年了。对。因为我们是主要是用就是身体的各个关节，还有那个臀部的那个虚拟作为动作。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跳肚皮舞会瘦身，那其实是可以，只要就是除了跳舞以外啊，还要就是加上一些饮食上的节食后额外运动，其实是可以瘦身的。那肚皮舞其实很好玩，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到就是来可以报名这样。可是我看你们都身材好，可以跳肚皮舞。不一定啊，就是只要不管是瘦，对，不管是瘦的、胖的，什么都可以跳，对。没有身高限制。没有身高，完全都没有限制。对，可以。对，我们社员也有矮的。要看社团，我们学校目前是没有收男生，都走女生为主。有看过男生跳，国外有男生，还是可以的，对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中东肚皮舞社，我叫秀秀。大家好，我是伟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香盈。大家好，我是社团的公关，我叫 Oreo。大家好，我是社团的社长，我叫于小新。大家好，我是社团的社员，我是毛毛。大家好，我是社团的社员，我叫林怡婷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肚皮舞社的社员，我叫苏涵怡。是的，我们是到外面买的，就是类似那个付对对，还好啊，负担得起就对，对，可以负担得起。那我们是学校社团，那如果有活动的话，就是我们会有就是外面一些像是救国团或者是一些尾牙喜宴什么，都会就是邀请我们过去做表演这样。如果像一些公益团体，我们请你们去团长表演。可以。然后就是，如果要接洽的话，可以到那个福音科技大学那个课外活动组，啊，或者是直接打我的电话，对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对。那如果，哦，我是翁小新，然后电话是0912758437。电话再讲一次。对。对，然后如果就是想要就是邀请我们到外面去表演或做活动的话，可以直接打到学校的课外活动组，然后他们会跟我们做联络。对，从屁股抖到胸部好了。哇，好美哦，好漂亮哦，你随便就可以抖了。啊，哦，太厉害，这样随便抖一下就有。啊，一起讲。